平安，小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来到这个星期的空中主日学。我是娜娜老师，那在这里呢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。那同样的，上帝的平安与喜乐也降临到你们当中。那在还没有开始赞美敬拜之前呢，我会给你们玩一个小游戏。那我相信呢，这个游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就是找不同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给你们3张图片，那么每一张图片呢，都代表着不一样的难度，那你们的任务呢，就是需要在指定的时间内，在图片里寻找一个特别的图案。那接下来就是要考一考你们眼力的时候咯。敬拜你，
尊崇荣耀你，大能的君王，尊贵的君王，与天使齐声高举你的名，与天使齐声高举你。世界的拯救，你是得胜的君王，你是明亮的晨星，你的国度没有穷尽。大家一起来，你是世界的拯救，你是得胜的君王。高一点，你是明亮的晨星。你的国度没有终极，我们要去高举你的名，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，尊贵荣耀颂赞能力，我们高举耶稣的名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高举你的名，高举你从奴隶到宰相，我是无辜的，波提法。外人永远说自己没有罪，只给他面包跟水，波提法去揍他。我会被放出来的，不管是你释放我，还是神释放我。约瑟编了这个故事，为的是要博取你的好感。他就是用这种伎俩骗了波提乏呀。波提乏确实被骗了，但不是约瑟骗的。你说这话最好小心一点。他很正直，法老。你为什么要替约瑟说话？是不是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？约瑟，他是我的朋友。小心！你！我从没遇过像约瑟这样的人。几个礼拜之后，我发觉他比我还懂得怎么管理监狱。他一说话，就感觉很有权威，好像是神自己在说话。他对每个囚犯都很尊重，就像尊重我或是波提法一样。来，他已经有十年没跟家人见面了，虽然心里头难过，我却从来没听过他向他的神发怨言。你问我为什么替他说话，我还真希望你和其他人都能够认识认识他。的确，
这个约瑟令人印象深刻，你说他替你解梦？他说出梦的意思毫不费力。他说的话都实现了吗？还是你忘掉了？法老，我怎么会忘记？你很健忘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次您对属下和山长很不满，就把我们关起来。监狱没那么糟糕吧？至少这里不错啊。怎么了？我们两个昨天晚上都做了奇怪的梦。这个烂地方不可能有人替我们解梦的。解梦是神赏赐的能力，把梦告诉我。你是说你爱说笑。我花了好久才想起整个梦，我就把梦告诉约瑟，他说三天内我会被释放。法老您呢？会恢复我原本九正的职务。后来啊，善长听到我的梦这么棒，所以也要约瑟替他解梦。说，你快说。三天内你一样会被放出去。我就知道我会没事，然后被吊死。如果您还记得，法老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。三天后他们俩被带出来，我恢复了官职，而善长被我处死。把约瑟带来见我。我如果解得出梦，法老就会放我回家。我不知道，不过总会有好事发生。你还在等什么呢？我真的不敢相信，我终于能够见到父亲了。第二个梦跟第一个差不多，只是这一次是枯瘦焦黄的玉米杆子吞掉前面七个好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快说吧，你说呀，希伯来人，你怎么解这个梦？请原谅我，法老，其实我自己并不会解梦。啊，不会，希伯来人，不会，但是我的神可以。假如法老您愿意接受，他的答案会让您放心。这两个梦其实是同一回事，双重的象征预告了上帝要做的事。继续说。埃及全地将有七个前所未有的丰年，这就是七头肥牛和七个成熟玉米的意思。那么七头瘦弱的牛和枯黄的玉米呢？那代表了七个荒年，连续七年的大饥荒会吞吃掉整个埃及。连续七年的大饥荒，七个荒年，我们要灭亡了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把全国分区，再指派官员管理各区。只要小心收藏，麦子可以放很久。再多盖几间粮仓。七个丰年期间，征收全国的农产五分之一存放起来。要做的事还真不少。我一个人实在是分身乏术啊。这的确是个大工程，法老，得找一位正直有智慧的人来执行这项艰辛的任务。对对，我得去找个。还有谁比你更符合这个条件的呢？您要让一个希伯来人来治理吗？
我是法老，我有权这么做。我很荣幸，法老，但是我父亲和家人呢？我等了这么久，留下来吧，帮助我的国家度过这个难关。你要知道，我心意已决。我的百姓啊，我们到哪里去找更适合的人呢？约瑟，有神的灵与他同在。迦南的约瑟，你原本在这个国家是个奴仆，今天我却要任命你为全埃及的宰相。全国上下，只有我的权力比你大。题回答：一、九正离开监牢后，有马上帮助约瑟出监牢吗？二、九正过了多久后才想起约瑟？三、为什么他会想起约瑟？四、法老梦见什么？法老的梦代表什么？五、约瑟把解梦的功劳归给谁？经文背诵：耶和华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生命记31:8。耶和华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生命记31:8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你答应我，不会丢下我。常常与我同在，我也愿意像约瑟一样依靠你，将荣耀归给你。阿们。